现在是晚上十点，我们在东京乐广场。对，给你们看啊。然后这要干嘛呢？因为这几天我们都一直在潜水。脚酸。对，脚酸。踢腿，小腿踢腿。这几天的水流太强了。小腿跟手，楼梯上去，这里吧，我记得楼梯在这。你们要去哪儿？走上去就会到了。我们已经有先，对对对，三个，我们有先电话预约了。二老师，对，师傅出来接我们。对，好，这边去，这里面很漂亮，干净。你是裙子吗？嘿，我拿个合同给你，好吃啊。好，我们你们两个可以先放下。好，看一下你那个脚要穿多久，身体要多久。等一下哦，现在非常快，我们现在正在泡脚，泡脚，大家现在都在泡脚，舒服，然后很贴心，他给我们放，可以放我们的包包什么的，谢谢。这里的师傅听说都蛮厉害的，潜完水很适合来这里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脚酸啊，今天。这几天真的水流太大，太酸了。我们两个一间，然后你去三楼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女生一间。师傅很贴心给我们喝水，对，那个师傅很贴心。哦，师傅谢谢。叫他阿姨，可是我觉得他很年轻，所以他叫他师傅。不会啦，对啊，对啊，这是爸爸的师傅，对，爸爸的师傅，还有妈妈的师傅，对啊，妈妈的师傅很认真按，没有 Q 到这样，对，没有在体验，但是大概对，很舒服，而且这里面非常的舒服，很安静。然后这个床也很舒服，这床是可以调高度的，给我们看一下，很专业，舒服。今天潜水完，刚好脚很酸，刚好给师傅按一按。对，爸爸，你可以，你会痛可以尖叫，没关系。可以啊，可以尖叫，可以。大一点，师傅给他用力一点，对，给他用力一点。没有尖叫，他今天回不了家。我这样子会到吗？我就给他调高一点。再去潜的时候，会不会就健步如飞？而不是健游如飞，会不会？对啊，直接的轻功水上漂。你看，妈妈直接躺着，她都快睡着了。师傅都很专业。爸爸是在楼上，这是爸爸吗？啊，对，这是爸爸。爸爸在 VIP 室哎、欸，爸爸吧，爸爸有没有尖叫？没有啊，我没有。哎，你有没有睡着？爸爸现在正在按摩中。
我拍你。好舒服啊，很舒服。我就知道，我就想说，如果我在这边，我就想说，如果我在这边，我就会很常来。对啊，就不会无聊了。这个人竟然要偷跑来。对啊，舒服。享受一下，服务的很好，舒服哈。舒服。一站起来就要呼吸。师傅，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啊，好，再来找你，谢谢。哎，我没来，你不能来。你要等我下次一起来。我没来，你怎么可以来？